2017年的4月22号，21号，昨天20号在澎湖，今天21号在七美，七美的小台湾。台湾可以环岛一周，只要10分钟，就潜水潜到前面去，再绕回来。风就跑了，就它这张就是，它今天这样颜色真的是很大，都还不错，七美都很好看的，不错，都很好看。今天大家衣服都很鲜艳。七美，很漂亮啊。自然风光太棒了 ，perfect。没有人的七美，是吧？